伫咧集水乡一位这农民伫咧朋友的介绍之下，栽种这新品种的这菜瓜，这形状是短短圆圆的，就亲像是这菱果共款，因此就号名叫做这菱果菜瓜。吃起来这口感脆脆，甜度也比这一般的这菜瓜也搁甜，因此伫咧市场上唔呐受到欢迎，价钱也真高。好吃菜瓜吃起来甜甜，不管是炊煮的菜也是用煎的拢真好吃。集水乡一位这农民今年初为这农政单位得到这改良的新品种的这菜瓜，因为这外形短短圆圆的，就亲像是这苹果同款，因此就号名叫做苹果菜瓜。我手提这粒是咱这个目前上新的这个苹果丝瓜，因为咱这卖吼所有的这些都市吼拢是小家庭嘛，啊过去咱是推这个粗烂的青皮菜瓜。因为有时候这起来量也较侪，所以即卖较新的这小家庭吼，这个食起苹果丝瓜吼，伊这口感佫比咱早期吼咧推的这个粗烂菜瓜吼，佫较清脆，煮起佫较清脆，食起脆度也佫较悬吼，相当适合咱的小家庭吼，来加烹饪吼来食，非常的好啊，口感非常的好。另外菜瓜外观就甲这另一个同款，真侪人一看就改掉，而且这食起来甲这一般的这菜瓜无同款，煮的也是菜，食起来拢脆脆，而且这甜度也比伊这一般的这菜瓜也搁甜。之前这集水乡农会是举办这农特产展示活动，这另一个菜瓜受到欢迎，转而这另一个菜瓜也进入成产期，凡是会当伫咧市场上买到伊。中时新闻，小明凯记者报道。